人生太累，我下辈子只想当个躺赚的二代。分配属性，干脆选点家境吧。你成功穿越到修仙世界的顶级宗门，成为门主之子，你自幼混吃等死。十岁那年灵力测试，你毫无灵根，是个修仙废材。你决定吃喝玩乐，光家境好是没用的，有劫好吃实力。决定求助家族。你在家境的庇佑下，无论是火劫、水劫，还是强大的雷劫，